运动爱台湾二点零，嘉义县中部社区卡球联谊比赛，来自山区大埔各中小学顶立徛顶，阁有东部的国小聚集联谊比赛。社区国小已经举办真济档促进卡球运动资金。山区立委参选人陈冠廷和参赛的校长做伙来开球。陈冠廷强调，卡球运动应该爱自细汉来培养，希望未来会当争取到更加济的经费资助，伫咧社区软性的竞技比赛，和卡球运动伫咧嘉义县会当顺利来推展。爱运动台湾二点零嘉义县中部社区卡球联谊赛，来自山区大埔各中小、顶立国小、徛顶国小以及东部的国小一级联谊赛，社区国小来举办已经多年，促进卡球运动的扎根。山区立委参选人陈冠廷甲参赛校长做伙开球。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扎根，它有凝聚社区的力量。啊，我看多看到不只是小朋友大朋友，连爸爸妈妈也拢来参加。所以讲这款运动其实应该未来可以在社区扎根，让冠廷未来买争取更多的这种经费，让这种软性的竞技的比赛哦，可以当从小就可以开始培养。啊，未来包含硬体建设球场整建上面风雨球场等等那些都是咱奋斗努力的目标，要让嘉义的整个运动环境变成更加好。陈冠廷表示，卡球运动应为细汉来培养，未来将会争取更多的经费来挹注在社区软性竞技的比赛，得以延续为细汉培养的进程。细心新闻蔡明东、梁伯祥、常伯德。You can also have products. In Jiayi, we are, everybody know, we are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我们台湾现在正遭受中国这个强权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过去捷克也有同样的一个遭遇，所以我相信因为有同样的遭遇，所以大家彼此都可以感受得到彼此的这种心情跟处境，跟怎么样去追求自己国家的独立跟自由。未来的国际合作，那我们会陆陆续续那会跟各国来做具体的MOU， 包括相关的交流。我们希望今天捷克代表团到我们的亚创中心来，是台湾的无人机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步。五花6000块现金，你领了吗？要在 ATM 领现金，记得要带三个东西，一个是健保卡，一个是身份证，还有你的提款卡。首先你要用 ATM 领这6000块，你要先确认这一台提款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贴纸，叫做普花现金。我们现在把提款卡放到提款机里面，好，现在就进到页面了哈。那你会看到在这个荧幕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全民共享普花现金，你把按下去，输入你的健保卡的所有的这些账号，输入健保卡号码以后，你就进入到下一个页面，叫做身份证字号。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按确认键。好，我们取回卡片，我们就完成所有的动作。记得哦，不会有人传简讯或者 email 叫你要去领钱，也绝对不会有人打电话给你叫你如何去领这6000块，或者是转账。如果有这些行为，全部都是诈骗。你到底怎么花这6000块？请你留言告诉我们。